있거든요. 아, 这应该达标了吧？不然应该这么多年没有练过牡丹的人折磨他吗？哎呀，啊，嗯，不行了。多年没有练软度了，下不去了，会啊，不行了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要弄腿就断了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估计挺多血哈，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疼了，哎，大概就这样吧。